谢你，是否觉得空虚在你那里都没人懂你，自负苦里有个小小声音在告诉你，我要制服少女，每天在公车里闻她的香气，在补习班里借她的铅笔，琢磨看她 Instagram 的更新，走一遍她说我们昨天离得很近、hey，告白用力被拒绝，脑袋装不下牛顿力学，少女情怀就像多元入学，搞不懂居然还要付钱，黄白绿格子纸条纹像歌词，喊排队在各大校门说话像跳针，身体像标本，这是我青春悲剧的脚本。03003041号代表我的男子气，第一次报表31号还是输给了爱情，心碎雪地要争气，浪漫就当浪费生命，没有情人就当有钱人，当不了名人也可以教英文，考试成绩砰砰砰砰，老师的脸砰砰砰砰，口袋没钱砰砰砰砰，我的初恋砰砰砰砰，考试成绩砰砰砰砰，老师的脸砰砰砰砰，口袋没钱砰砰砰砰，我的初恋砰砰砰砰。学弟学弟面对升学压力，你别觉得泄气，教你起早解题绝技要认真听，赤诚我的恩师真正亲，他说同学生为高三生，面临过的操班们每天没那吊着，你科目搞得腰酸，要被人快要爆肝，还没人呼吸困难，像的高三人打开大学本来就像攻你圣母峰，登山坐标你要随时注册，别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，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，哎，你大山峰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，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，是吧，因此你要出被火力即便不及，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，这命题要前后夹击，中间苦难面对难题，别像一个傻逼，真的苦干就会不断放弃完美追求高分，公司要备好需要是脑中跑出来的第一表现，记得单纯考证，我们向你胜利会师同志们上阵，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，不会写的猜对，没写的都送分给 High， 考试成绩砰砰砰砰，老师的脸砰砰砰砰，口袋没钱砰砰砰，什么要升学，是要多当兵还是为以后要挣钱，学长教你记得靠吧，读书很累但电动还是要打，相信学长，因为学长走在最前面，最后学长不是给你教，是留给学妹，不能他一点生无可恋。大家好，这边少女情怀就像多元入学，搞不懂居然还要付钱。